对，我们就不要想，哎，我就不要想，反正我今天就是玩这套，然后有什么就来什么，我就是不要想说我要玩什么，妈的很痛苦哎。这个先升一下了，600块，再来1800，看这也太贵了吧，1800，1800，先来一下，那未来不就更贵，对吧？未来不就贵烂，111，这里没东西，这里没东西，哎，对，就不想了。我觉得我这几天比较痛苦的都是痛苦在我就是想太多，对。那用第一套，哦，因为一开始就给你那个，就想说，想说这一套哦，其实也不错。哎，金币，哎，先去这个，对，反正我们就不要想，只是一开始拿波波，然后我可以用隐身，就如果有机会可以跟着隐身这一套，说不定有些奇效，你知道吗？说不定有些奇效。我就只是这个想法。第一套的弹珠很熊，我真的好想要玩弹珠套。我每次玩着玩着就跑到其他套了，真的。我好像不知道从第几次开始，那时候还刚开局的时候，人还超多的时候，哦，那个时候最疯狂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就想玩弹珠套，玩到后面都还是没有玩到弹珠套，很容易就玩成其他套，就觉得啊，你给我这些，哎，蓄力二重奏，哦。多一点波波，晚安晚安，先给他放出去。好，那我就躲在角落，这样就好。哎、欸，这墙壁跟分裂有什么关系吗？就是它可以那个吗？就是它会分裂成更小的墙壁吗？啊，我的波波，交给你，交给你。它会分裂成更小墙壁吗？嗯，两个，哎、欸，有点慢了。有了，很像是不会，对不对？很像不会，对不对？好，开，你给我共鸣音差，然后给我召唤类减少。嗯，嗯，你干嘛不丢地雷？我隐身呢、啊。那我就试试看，可以吗？共鸣就不会、欸，嗯，好奇怪，哦，分裂物都不会走，哦，召唤物都不会分裂。我要做什么动作吗？有钱钱。要给我什么呢？三个金币，法术拦截，最大法术值，真伤。难道说，我这个伤害召唤出的波波，它会继承它的伤害20。哦，我这样波波一出去不就超强？法术回魔毒，嗯，我是不是看到什么东西？资源如果不拾取，10秒会消失。哎呦！我现在是不是这样子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对嘛？你看，不要想太多，直接玩就对了。你看这波波，你看这波波啊！我的钱钱没捡到。哎，护盾，暴怒之刃，护盾。哎呦，哎，东哥，拜东哥。晚安，东哥。
哇哦，晚安晚安。哎哎哎，好，一五二。左边地图是怎样？哦，这波波一下23滴，可是我现在回魔有点少，我现在魔有点太少。好，走走走走走走。屁啦！真的假的？魔耗500，伤害50，并散射20次。这就是什么都不要想的结果吗？哇！那我要怎么玩？你跟我说。啊，我这要怎么玩？我这是要玩什么？我光放它本身就没魔，你知道吗？这我他妈不等一下不死才怪！波波没魔，这个也没魔，一发就没魔了，一发就没。他的分裂再给他也没魔啊！一开始就给我这个，有一点太香，但是我活不下去。散射好像没有用，好吧，那我们就先。我有一点想要那个呢，还是我们把它变成，我们把它变成啃大瓜好不好？我是不是还没有玩过那个啃大瓜的东西？我很像还没有玩过啃大瓜、哦。我等一下转，我等一下这边结束，我去找个加工，我就直接把它洗成啃大瓜，我就可以从第一局就玩啃大瓜了。追，对，我还没看过啃大瓜有多凶。好，我先去隔壁一下。哎、欸，不对不对不对，我诅咒不减，钱就没了。哇哇哇哇哇！好，走，来哦，谁找一个，直接走，这样比较快。哇！你给我右侧40。等一下，我先不玩这个。等一下，我觉得我们这个，哇操！哎、欸，要么不玩，要么你就给我两个主题。这个波波，这一只会超痛哦。哦，这只波波会成神哦。泉水遗物，好走。要么不给我骗。这个波波。还是啊，我知道了，也不用啃大瓜啦，也不用啃大瓜哦，我不用啃大，我洗那个，我洗那个，我洗那个火焰，我们今天就把波波顶到底，我们就把波波给他顶到天，顶到肺，对对对，我们洗波波，我们洗波波，我洗这个，然后洗到火焰，然后把它装上去，然后用鬼雷，这样就好，这样就好，对对，这样我就可以全部玩在一起。玩在一起，玩在一起。生命，我道具，怎么了吗？我道干嘛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哦，先用道具洗，可以省30块就对了。哦，哈哈，我放错技能啊！这个是那个吼。哎、欸，这样可以放吗？对对对，不要不要不要！等一下 ，OK， 好走。然后准备要打他了，那我们先用道具来洗。等一下好了，到之前好了，哎，我看一下哦。嗯，波波我要留着，鬼雷不用，熔阔石留着，这个很香。回魔不需要，范围不需要，光之柱不需要。然后准备要打王了，那我们就，哎，我是不是可以无限洗啊？我根本就可以无限洗嘛，对不对？啃大瓜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根本就可以无限喝啊！
欸，我的啃大瓜在下面。看，不是。哦，以后我知道了啦，玩这个游戏不要想太多啦，真的。玩这个游戏不要想太多。欸，又是啃大瓜，怎么会都是？刚刚去隔壁那一局，我先去刷个金币，然后等一下直接在那边。欸，不对啊。哦，这个时候就可以刷了。有了，好了，结束了。啊，柱子没写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反正没差。我要的这个油就好了。那我这个时候，哇，哎，等下他又给我命中。我现在要玩的是，等一下，怎么突然觉得要玩的东西有点多？这个，那还是要熔扣啊，还是要熔扣，还是要熔扣。然后我们这个，然后不用波波了，直接这个。所以我这样一发下去，上去会出现这个121的伤害，然后这波波，为什么波波会有下降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是吧？伤害11，这波波一拳下去，荣扩伤害会定义。现在没办法了，现在没办法，我没有东西了。对，哦，吓到我。对，现在没东西，等一下就没了。等一下，我们买一把武器就没了。我们来看看这个王会有多可悲吧。来哦，准备。我有箱子可以开，哪里有箱子？你说左上角那个吗？来哦，我们蓄力，我们现在隐身嘛？啊，不行，隐身蓄力就会现形。一二三，啊，先给你上去啊。好，不要动哦。来，别动哦。哎，同学。来上上上上上上上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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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六十，好啊，这游戏太赞了吧！这游戏，对吗？不要想流派，真的，这个游戏会自然指点你流派在哪里。此法杖的伤害高于四十五时，充能22点，5%几率立刻回魔。哦，我要选什么？很像上面对不对？因为这个法杖就等于是这个嘛，我还可以再那个嘛，对不对？而且我现在绝对是超过45点的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拿这一把玩玩看。可是这个时候，哦，现在这个波波有点凶哦。我现在这个波波，所以我现在只要玩这两个技能就好了。啊，硬要讲的话，可能这样子吧，让波波的攻速再快一点点。一二三四，哎，不行，他被炸死。哇，我还没有巨魔啦，还没有巨魔，晚一点好了，改天好了。你就给我克走。先这样，先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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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打开宝箱，然后这个，然后这个，OK，好，走吧。后面放科隆，后面放科隆什么意思？科隆，这里没有科隆啊！哦，你说克总啊？克总，好啊，来，这个刷就很快了，这个刷就很快啊！柱子前面放虫子啊，对啦，柱子前面放虫子，我们等一下打王，然后这个放克总，哎，这样就好了，然后范围给它大一点点，好，这样就好，这样就好，好，走。我们来看看，直接结束。哎，哦，哇，哇，等一下，先等。哦，这个波波一掌会打死人呢。其实换句话，哦，啊，这个可以。哎，换句话说，我先召唤一只史诗级的。啊，有了，宝珠飞起来了，血色衣物，好吧，这样不用那个。其实我光这个克总就成神了吧？对吧、啊？我光这个克总，我觉得我要换一下，我要把那个衣物拿掉。这个，这样，这样伤害会更高。161，先召唤一个，轮廓先不需要了，这个也，这个这样就好了。然后波波拿下来，
范围。虫虫给你，好，别动哦。我们需要钱吗？欸，也不需要的啦，我觉得无敌嘞，结束了。我们去遗物，我把波波拿出多一点点来。糟，不对，光他再烧就够。79滴。欸，这太舒服了吧？刚刚有多痛，现在就有多舒服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是钱啊，捡一下。啊，完了完了完了，靠北。嗯，所有伤害没损失两点，免疫减速伤害。我想要刷那个呢，我想要刷那个呢。对，我也不用波波，我觉得我用克种就好了。我觉得我用克种就好了。然后我把那个，我就两只神一般的克种。好，交给你了。你看这克种多夸张。然后我把鬼雷升到顶。然后我把那个克种也升到顶，然后我把那个两只克种拿出来，对，这样就好了。一个没领的胡子，来吧克，上吧克种，就决定是你了，就决定是你了。妈的，这克种跟鬼一样哎，真的，这比波波还凶哎，我跟你说。我的位置其实还可以再给他加个寄生虫。好，走，掏金镐。好了，金镐也可以啦，我们金镐也可以，我们就这两个在洗，然后我们去加工，先去法术好了。加工有点太少，金镐也可以啊，金镐也可以，反正就是伤害不断的叠上去就对了。还有110火伤的，为什么它叫 DOT 啊？我有点不懂，它 DOT 是什么意思？对吧？啊，金镐可以洗。然后，反正这个就是一拳超人。可是我要小心我的伤害哦，持续性伤害哦，对对，哦哦哦哦哦，巨魔血清，哎，有彩虹飞弹，有啊，算了，真的没用。呼哦吼，等一下哦，稍微来一下，对对对对对，稍微来一下，巨魔体型再大一点。血量，商店，刚有东西没捡吗？我刚有东西没捡到吗？啊，不用，哎、欸，对，不用蓄力嘞。那不用蓄力啊？对，我要虫虫。对啊，我不用蓄力的。商店生命啊，生命啊，生命啊，我已经没生命了。那、啊、就是随便打。我总觉得触手之后会被改版，对不对？太凶了吧！嗯，这里打完了，有这么惨吗？测试过新了，还没。我礼拜五会来，我礼拜五会来合，会来那个一下，会来合成一下。击杀掉钱哦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要把诅咒洗掉，不然那个钱。一定很快都会亏掉。啊！你现在才给我，哎呦！可是这个也不错啦，好啦，这个也不错啦，那就玩诅咒啦，那就玩诅咒啦。好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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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这个了啦，就这个了啦。反正这个游戏都嘛这样。哎，佳琪还不睡啊？没有我躺在旁边睡不着，没有你在。我是不是唱过很多次？快了，快了，要结束了，要结束了。哦，可是，好啦好啦，就这样吧。哎、欸，靠北，看，有了，我们就来看看这个王会有多可怜。这一根，而且我可以先放一个，然后呢，放完之后我就拿这一根。结束了，结束了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我被撞到。先看看你给我什么法术啊？连环有鬼雷，哎、欸，不错哎、欸，给我鬼雷。
看妈，这什么垃圾技能啊！哇哇哇！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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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、哦，干那个诅咒真的超烦的，真的。先来一个这个特种，好，我刚应该在外面召唤特种，然后进来。这根本就是神奇宝贝球啊！这根本就是神奇宝贝球啊！不行，我要知道这件事情，先捡在那个毒液跟这个，我有一点点想要给他。其实之前测试过了嘛，对啊，之前测试过了嘛。硬要讲的话，吼，是不是可以？啊，不对，不对，不对。硬要讲的话，这样会四根吗？四根，然后又记录他的能力，432、140、140%的增伤。只是我们的克种就没有办法。我要好，那我就是要这个玩法，先这样，有毒有这个，然后把这个拿回来。OK， 好，无敌了，无敌了，就这样。我们的克种有毒，克种有毒，好，然后这一坨下去，81，干，太痛了吧，太痛，要死要死要死，寄生虫，然后起色，哎，那个，好，哦，好麻烦的，有了。哎呦，他这样84嘛，哦，好吧，84不行不行，还是用这个比较痛，当我没看到。有商店，有法术，有商店，有法术，我只有93块。我们再继续法术吧，加40。好的，那个还没拿出来。好，就这样，只要一只克种就好了，剩下交给他自己去打。干太紧，哎，哇，克种也扛不住炸弹的攻击。其实我连克种好像都不需要嘞、欸，对吧？啊！我的钱！等一下，哦，有了，哦，召唤物克机动虫的 debuff， 因为它不会动，可是它有加攻速哎、欸，它有加攻速哎、欸，攻速这么香，哇！抉择，好啦，遗物走吧，我遗物还没选满，抉择。哦，还有加攻速欸，还有加攻速欸。我刚刚是把自己炸死。好吧，交给你啦，克种。我想要来个梅林，拜托，给我个梅林吧。没钱，来不及，先撤。好的，拜展青，晚安展青。那我们就是先克种就好了，我不要用太多，反正克种一只就够凶了。交给你啊，克总。哎，刚刚看到这个多开心，现在完全不想看到这个了。捡钱捡钱。击杀金币是也不错啦，还是干脆就掏金泽手套。对啊，反正越早拿到越香，梅林早晚会拿到的嘛，对不对？好啦，算了，就掏金者吧，然后遗物再高一些些。对啊，对啊，反正遗物早晚会拿到掏金者，早晚会拿到，早晚会拿到。嗯，现在终于知道这个游戏的真谛了。新的诅咒，一个会变化的诅咒，爆伤减十，爆率减十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来开，
我记得我当初金稿刷得多痛苦，结果现在马上就给我金稿，真的，现在就给我金稿。我记得我当初金稿五的时候拿到快哭了，结果这一局我老实说我没有想玩金稿，因为玩金稿就是没钱，欸，就是你没办法花东西，对，其实也没有那么舒服。哎，真的是齁，不要想太多，真的。要就不给，不要就一直给。我们现在的攻击呢 ,161。我们有加攻法术。好啦，我们去加攻，去赌了，去赌了。呼，引线这个不用，特种之手留着一下。然后破魔剑不用，范围增强，骑射也不用。融合。哇，这特种无敌了吧。这课总无底了吧？因为他今天想吃早餐，不会啦，绝对不会早餐，真的，信我，没事，绝对不吃早餐。来哦，然后呢是，就波波吧，把波波洗掉，我今天没有玩波波了。引线二重奏，哎。对啊，我法术好少，我是不是不要来加工啊？我现在突然觉得有点后悔来加工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回旋、魔法、回向、雷、闪电、拟态，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第二个，196，顶多没有毒。我们现在伤害800多，好，来看一下它可以到多少。934，900多，1000多，可是80%好像没有很高等一下，80%的法术啊，好啦，应该是这个要再更高一点了。我们把鬼雷也给他升上去了，鬼雷现在也只有一颗而已嘛，对不对？好啦，先不洗了，我们再去拿多一点法术再来加工吧，不然有点没必要。其实。其实我放个这个，对，鬼雷等级上去了，那等一下会很嗨哦。他这样攻速应该会更快嘛，对不对？攻速更快，破1000多，然后他可以吸血，这个两滴应该不算怎么样吧？巨魔先不放了吧，对吧？巨魔先不放，巨魔先不放，光这样子伤害应该会算了，我觉得好烂。先这样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法术，我们来看看克总，单挑他会多凶。来，交给你了。不用啦，不用换的啦。你看看这个克总多凶，你看看这克总，你看看这克总多可怕，你看看。药水没喝，你说这个吗？哦，你说我提早，先看看他给我什么好了，给我很好就算了，对吧？算了，没关系，我现在防很多。觉得不满意，真正的表演者都会，不能这么说，就是一定会觉得下一次会表演的比这次更好，但是一定已经很棒了，六六，对吧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给我什么东西呢？你要给我啥？什么？哦，黑山羊子宫，我不需要这个东西，那就你啦。有这个，有这个，看看隔壁是什么？这个吧？对啊，只是我要想一下。对啊，我的鬼雷刚好可以升满，我的鬼雷刚好可以升满，然后我还有一个这个可以用，我的伤害又在更高，只是我现在真的没有位置给他了，对，我没有位置给他，然后我还没有钱拿骨 拿护盾，哇，这些我都不太需要哎，对啊，有打折吗？重置房间跟门，已损失。淘金者，哎，可是你给我这些耶，对啊，我先看一下啊，先偷瞄一下，230哎，重置看看，选遗物重置，遗物重置，哦，遗物重置。先用虫子啊，加工。
随便玩一下。先去合成一下。鬼雷。玩一下玩一下。看看你给我什么。连环好像没什么用，对吧、啊？翻墙伤害名色魔术连环范围，好可悲哦！伤害反弹回旋狂蛛，算了算了算了，重新重新。等一下。这改版了吧？这绝对是改版了哦。哦，我不对啊！早期的时候就算进去了也没差啊，你出来的时候还可以，你的魔法、你的药水还在啊。改版了，那绝对是改版了，改版了啦，改版了啦，真的吧？我怎么记得？我怎么记得？还是说我进去它就变了？这个各种，其实我要什么？那我就是，哎，没有要什么。对啊，对啊，我怎么记得？算了算了，我先破魔剑吧。哇！哇！你给我这些，那我就洗啊，洗个克种啊。克种之所加精准加速器，精准回旋替身连环中转蝴蝶波波。对啊，我记得药水会在啊，因为我记得我之前就有一样的问题，都不洗鬼雷啊，都可以啊，鬼雷还是克种。啊，不然洗鬼雷，洗这个鬼雷，你太好，鬼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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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陨石，靠，靠，真的假的？干你给我，哇，这个，这个我想留着，哇，那我要怎么？好了，不洗鬼雷了啦，干，五个。啊、我看有没有掉钱啊！不洗鬼雷了，不洗鬼雷了。我等一下想办法找一个超长的，应该就可以了。宁静之花，各种这个好啊！对哦，我可以复制拟态，我可以复制轮廓。先看看你有什么啊？算了，没有什么东西。那我就是要先这样，这样，然后这样，然后这样。哦，可是复制轮廓，哦，伤害好痛哦，75%，可是好像还好，170%，等一下，141、170，有啦有啦有啦，有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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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现在打钱吧，这游戏太香了吧，太香了吧，然后呢，我要干嘛？回旋之刃，我还要洗它吗？洗一下吧。哦，哦，这个蛇啊，可是我没有那个吼，好了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再一下哦，再一下啊，好了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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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碰了不要碰了，等一下再说吧，我们来去打 BOSS 吧。走吧，走吧。你们可能再也看不到六六了。哇，危险！好，过。440D。
440D。喂，咬一下62D而已，好想要让它再疯狂一点。开，有啦，黑山羊子宫，这根还不错。下面这一些没那么有用，换一根。等一下有没有补血要用？没有。是啊，对，我要的是那一根，我要的是那一根。其实钱跟诅咒选一个就好了，他两个都给我，搞得我两个都想要。然后又给我这个法器，又给我这个传说，然后又给我这个二重咒。我这一次的影片主题应该是二重咒。然后我插梅林，我插梅林我就有两只，我的伤害又可以活生生乘以二。普通跟困难过了也要解锁，还是要解完一次再一次普通？我有点忘了，我真的忘记了，对吧？都过了也解锁，还是要解？还是你有没有办法拿到一个那个拿到一个法那个传说，然后直接去加工去洗它史诗啊？拿到史诗技能，然后去加工洗它，然后洗不到就直接用读取的方式把它洗出来。你要的是新台币哦，那个又不一样了，那个是跳脱这个。哇，操，看这个，你终于来啦，您终于来啦，功成重炮，我的天哪、啊、来，我们来看看，现在169嘛，对不对？好啦，就是你了，就是你了。哦，我的天哪、啊、我不知道洗多久了，洗到都快忘记，洗到都快忘记了。来来来来来，我们169对不对？先慢慢补一下。我要做一个慢慢来的动作。184。火灾应该可以少一些吧。有了。292。而且我还一个可以再放，可是他现在没位置了，所以如果要的话把这个拿掉。343。而且我还没放这两个，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。343292。好，放一下。哇，这个克种做坏了，真的。我还一星克种而已。238啊哇。哎哇。还是有点差，那不行哦。这根脚好粗壮，等一下、哦、，OK， 好，先拿掉。好，先不要这个，先这样，这样应该才是最痛的。343，然后我们之后看有没有塞格子进来。那我们可以开启一切宝箱跟门，来这个。好了，算了，这个不需要。哎，28，复制一份，不需要，不需要，不需要这种东西。反正我从头到尾只要打一颗就好了。哦，这一颗，这一颗可以打死人。他的头是不是太小了一点点？好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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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走吧，走吧。我们就来看看，而且更可怕的事情是，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捡东西，体型永久变大又变小。好，还需要牵引吗？牵引不是只是让它暴击率高一点，然后让它暴击的时候有机会暴击而已吗？对吧？哇，我终于找到，我终于知道召唤流的真谛了。这才是召唤流吧，体型永久变大，这个不用。好，走，好，先吃，拜托梅林好不好？梅林，哎，不用了，给我梅林。哦，你妈，你看这只多扯啊。哎，先捡着，哎呀啊，死掉了。哎，我快培养出另外一个 boss 出来了，这才是真不可名状物，你知道吗？这才是真不可名。
有没有机会？有没有机会？没领啊，没领啊，有点痛。没领，哎，没有，还刚刚以为有的说。好，接下来是把没领洗出来就好。我觉得我这一局真的有点贪心，真的，我觉得我这一局真的有点贪心。这客总好像走的有点慢啊！刚忘记没看到一块钱。嗯，而且我的客总还会瞬移，还想来抓我的客总？蹦！哎、欸，怪嘞，这里。打。啊，没打到怪。这只是神兽的吧？神奇宝贝大师，好，来，哦哟，好想要两只哦！我现在还有什么要刷的吗？你没有看到吗？我刚把自己，我，哎、欸，对耶，我没有玩那个保护自己的东西，我在玩鬼雷耶。你们刚刚看到我的血吗？我刚刚瞬间没血。如果我晚一秒按的话，我们今天就要说晚安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是什么？啊，这个是那个药水是不会消失，对不对？药水应该不会消失吧？好，先喝水。好，喝水。好，好，好，好 ，OK。是也不错啦，但是吼，没有很想要，不需要。哎，走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！感谢敬爱魔法工艺的各位。哦、如果我现在有两只克总，不知道多嗨。左边一只，右边一只。OK，OK， 这是什么？哦，那个毒屁的东西。OK， 嗯，火龙星，人家一场，对啊。其实，在改版之前，我一场我到后面有40分钟啊，在直播的时候也差不多。对，可是他后来改版之后，就一场又变有点久，又变回一个小时多。啊呵，哦，就说他到时候如果有办法出那个。mod 可以自选，我一定开烂。应该都玩到这个时候开 mod 应该也没关系了吧？我觉得，就是，哎，范围哦，嗯，讨厌欸。对啊，好想要有自选模式哦，在那个训练场的就不想，然后训练场开起来就没 feel， 你知道吗？对吧？而且训练场硬要讲，它没有遗物可以选，对啊。爆爆！啊！哦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把不要的变掉。就跟吸血鬼一样，都不错，都不错。哦，好多钱！梅顶有这么难刷是不是啊？梅顶有这么不好刷是不是？我怎么记得早期梅顶也是随便给的？
前简称。我的工作就是隐身，然后简称。你们现在听到的这段呢，全部都会剪掉。全部都会剪掉，会跳到就是下一秒钟，干，终于刷到了，大概就是这个画面吧。早知道就带东西来写了，哈，什么意思？来写了，梅林触须啦，就是我想要让克总两只啊，我想要两只克总。啊，告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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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干，钱都没捡到，我要弄东西，赶快写啊，赶快做啊，反正看直播不影响嘛。赶快做，赶快做，不然我每次弄完都很夜深。哎呀，嚯，700多，没带啊。嗯，哦，反正你不在你原本那个空间就对了。没事没事，还是要赶快休息，现实比较重要。反正结局大概也可想而知，就看有没有给他刷到而已。打折不错，滑滑，不要啊！有了有了，其实他打怪还是蛮慢的，老实说。128是啥咪伤害？哎、欸，对对对对对，一星克总哦，我们克总还没升级哦。我很想把克总升级，你知道吗？嗯。梅林的胡须是不是忘记带啦，同学？啊，有诅咒也不错啦，帮我加个伤害。我们现在加伤是30%，我、哦、才三个诅咒而已哦。刚刚180%，新诅咒干、啊，魔耗成130，没关系啊，这个不重要。有，嘣。会飞雷神，靠北！好想要两只哦，两只一定更舒服，真的。嗯，哎、欸，刚刚是那个哎、欸，哦，算了，没领没领没领就好，没领就好，拜托拜托，至少比刚刚那一套舒服了啦。还以为刚刚那套会很舒服，先捡钱，先捡钱。第一次召唤流没有胡须，对啊，其实也不需要啦，我只是想要玩开，我只是想要玩到完美一点而已。对，其实不需要，真的，其实不需要。哎、欸，拜托，拜托，拜托！哎、欸，拜托，拜托，拜托！拜托，拜托，拜托，拜托！干！靠北啊！干！我的柯总！干！我的柯总！反正我们已经知哦，好了，啊，我最后啊，我大概知道最后怎么上片了，但是我觉得会有点哀伤。我不要再玩什么隐形啊！干，刚刚那个那么舒服哦 ，fuck you， 哦，好吧，那我们就来给他看一看，我觉得我原本预想中的样子，跟实际上我们那一波下去呢，我竟然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玩这个东西，哎，早晚是会给他出事的。那我们今天现在简单的看一下吧，如果是一般的克总的话呢，这就是基本的 size 跟基本的伤害，但是呢，如果我今天用上了攻城重炮，只不过呢，我这边用上几个轮廓啊，不然的话位置是没不太够的，那这边呢，我
们鬼雷，我发现我竟然没有二星的鬼雷，我只有到一星的鬼雷。我们有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。硬要讲的话呢，应该是法术伤害加1300%才对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鬼雷的伤害是来到了1198。那我们这个时候的克种的伤害呢是818滴，但是别忘了，我们这边用上了二重咒，等一下已经看不到二重咒的能力了。二重咒的话，如果今天用上二星的话呢，右侧法术就将继承左侧法术的80%哎，所以代表说呢，我这边的算80的话，算800，算900好了。我这边的话是800多，打下去的话就直接1000多，还别忘了还有我们的燃烧核心。那我们就直接来给他丢一颗，看看这个有多大多巨一颗。直接这个吸管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然后我们的伤害呢直接给他拉到了7000多，我们的伤害呢是直接点燃了2140滴。可是为什么会有个1430滴，这个伤害是什么东西啊？那我们的伤害呢，诶，其实他也没有到很多，诶，等一下如果把这个拿掉的话，他的伤害是818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的增伤应该是额外写上去的。所以说那个1000多该不会是原本的伤害，还是说啊1000多是暴击，2144是暴击了，1430是炽焰核心了，对，应该是这样子，没错。哦，那感觉上增伤的没有到很多哎，对吧？相比而言，好吧，不管如何，我们就来看一下波波吧。波波这边原来我也还没有给他到二星哎，我们原本的伤害呢是12，那用那么多层上去的话呢是115，对啊，因为你用的越多，其实他的法术会被稀释掉。你看原本加100%，原本100加100的话变200%，可是我们的伤害呢只会活生的增加50%而已，所以没有到很多。那我们就直接给他再丢一颗看一下，那这个时候有办法把他炸死吗？有耶，可以把他炸死。这个波波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想要远一点点，我不想要那么近。哇，他还是会那么近。好，我们再远一点点，等他一下，好，让他滚过去，看看中间的伤害会有多疯狂。这根本就是神奇宝贝了吧。这一颗的伤害，而且我还没有加上那个什么虫卵之类的，不过这基本上也不太可能啊，不太可能在游戏中拿到这种东西，这个东西实在是太疯狂了。如果我这个伤害再给他拿到二星的话呢，应该会再更恶心一点点，不过我到现在就还没有到二星就对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我原本打算要的结局，不过我觉得那个影片里面应该也已经可以打王了，只要我们伤害超过2000，打王都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简单。好了，今天影片就要到这里啦，我是 PFY， 我们就下次面再见啦，3、2、1啊，拜拜。